也因此啊，当然有一些部分都还是要透过美国职棒的这些球团呐、啊，来做一些协调，所以最后的一个正选名单呢，也可能跟日前所公布的不会百分之百完全一样。哦，这个球打得相当深远，又是陈子鸿厉害，三垒安打。哦，往三垒走，这个球传过来，哦，来不及了。这位如果参加中华职棒的话，三垒安打的记录他是有机会的哦。那能当大能低？等一下，钟老师马上他要抢搭这一班列车吗？丢啊！不然后现在我够好怕。那就规定他只能打中信兄弟啦。哦、对啊，对啊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我来把你买在一起了。把你买在了对啊。哇，这个球拍了好。我也这是中信兄弟的专场哎。哇，这个球哦，那个硬塞哦，那打得真的很精彩。就长打能力也要有，速度也要有。也要有，哦、我也 power 嘛，较好。哇，昨天到今天打的都是三连安打起跳。哦，惊死人。哦，